仅有一点积蓄，可能梦想稍微抓不紧，但我最多谈一点点情就可以。听一下深呼吸，微笑的月亮在心里发着光，尽管明天不确定，命运不答应，勇气要全倾，不公平没关系，微笑的月亮照一下前方。一旁本来今日要去公证的，哪里今麦嘞？今麦应该暂时无法度结婚啊。无法度结婚？为什么呀？美玲，你可能会感觉哦，我今日讲安尼颠颠倒倒，你听无？啊，不过你爱记的哦，等我生活内底哦，你一定是我一个最重要的朋友哦。凤娇，你也是我很重要的朋友。啊，不过以后可能不是啊。以后咱可能哦会比阮熟人。到时阵你可能会忘恩我。啊，不过我无法度，因为我无法度违背阮阿母的意思，嘛无法度不管阮阿母的死活，所以。我等下哦，先跟你回去洗嘞，洗嘞。凤娇，凤娇，你赶快看清楚啦！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唔知呢，这对病童母仔囝吼，真趣味，阁真奇怪啦。我顶摆吼是凤娇前阿母吼，去皮皮走去，每一去堆啦。啊，这摆是凤阿姐吼走去，每一个去堆。真正唔知影吼，这对母仔囝到底是搬倒一村嘞？可恶啊！一个巴掌拍不响嘞，安尼冤家听起来是大代志呢。我既然闹到这尔好偷听的机会，我看我的功力是真正退步啊了。小姐，你过来啊！无法度啊！以后吼，甲美玲无关系的代志，我全部拢爱偷听啦。美玲真正有迄种，甲人对办公室气态凌凌嘞。啊，之前吼，伫咧秀发廊的时阵啊，经理甲伊吼，伫办公室讲话，经理嘛是安尼气唰唰啦。啊，即卖甲一个送便当的，嘛咧互气走，阁买一送一，是毋是话美玲嘛是真厉害嘞？我想吼，这些拢是误会啦。我那将来吼，就无去互美玲姐气走哈。迄拢是因的问题啦。梅姐，安怎？阁无对着？刚需要我斗三工啊！我这个料事如神的吼，小鱼来斗三工啊。其实我嘛唔知哪会变成安尼啦。啊，凤娇嘛讲甲无清无楚。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，以后伊要阁做便当来顶上啊！以后就食袂着遐好食的便当啊！我干那食几摆尔呢，美玲，你太害阮规个顶上拢无便当通食啦！是嘞啦，这件代志我会阁问好清楚。想到今仔日是最后一摆食着好食的便当啊啦，怎知影吼？我食食面冻吼，足足珍惜个，一嘴啊一嘴啊食，尤其是迄排骨。排骨，我的排骨是我的，我的。对啊。顶个星期的目录样板已经完成啊，下晡印刷厂那边就会送过来啊。
这么有效率啊，真好啊。啊，搁好，这是咱一期的财务报表，看数字，咱已经脱离顶届的危机啊。看起来消费者对咱的新包装还算满意。为市场那边提供的资料来看，消费者对咱这届新包装的满意度有到八成，应该算是袂歹啊。安尼真好，消费者稳调的，公司才会当稳调的。若是继续安尼落去，咱甲旺达的合作应该更加好，也是个业绩应该起起。我想应该是。下晡咱的目录样本若送过来时阵，再摕入来好看。好，无问题。那安尼我先出去啊。多谢你。一下啦，啊无吼，安尼直直用，直直用，物件嘛用袂好。阿妈的药啊，嘛得要吃了啊，差不多爱去病院摕药啊。去睏倒之前，才提醒我讲，爱敲电话给志成，甲伊讲阿爸胆结石的代志。我莫名其妙拢袂记哩啊！先敲电话好啊。喂，北影化工，林小姐，好，请等一下。喂。喂，庄志成哦，李金嘛？啊，歹势啦，哎，我叫姊夫还是弟弟吼，我真正叫袂出来，有淡薄仔呆叫啊。无紧啦，你顶摆嘛是安尼，啊，是有啥物代志啊？啊，其实嘛无啥物代志啦，啊，就是前几工阿爸巴肚痛，昏倒送病院，结果检查出来讲有胆结石啦。胆结石？哪安尼啊？好严重无？嘛无啥物要紧啦，医生有开药啊，互伊止疼，啊过几工啊要动手术，嘛是小手术尔，你毋免烦恼，是阿嬷哦叫我敲电话甲伊通知啦。我前两天阁有去看伊呢，伊完全无甲我讲，阿爸家己是医生，哪有胆结石家己毋知影？拜托诶，伊迄种医生开诊所开到拢倒去啊，啊人若是身体无爽快甲问吼，伊就讲可能啦、干呐啦、亲像啦，拢讲袂出一句话啦。一种蒙古大夫哦，无医生啦吼，都已经是阿弥陀佛啦。你搁唔茫讲伊要医家己，讲对嘛是啊，爸医术吼无咧进步，所以伫咧退步。我看是根本就无好过。应该嘛是安尼啦。之前我甲爸住做伙的时阵，伊就无咧照顾伊的身体，逐工啉酒，伊即马感觉有安尼。啉酒？哈，伊即马感觉有钱通啉酒，食土配空气搁差不多咧。食土配空气，你是讲爸去用骗550万的代志啊？嗯，美玲甲你讲的哦，对啦，因两个吼都是一个空的，一个动工啦，小谈两家人。爸最近敢有着什么代志咧操烦？生活过得刚好，还是讲敢有拄着什么困难？我也知哦，我家己的代志拢无闲袂了啊，我哪有时间睬因啊？爸最近嘛真拍拼咧做改变啦。假使讲伊若有需要，我绝对会甲伊斗相共。安啦，阿爸伊好脚好手，凊彩去找一个病院，也是诊所看诊，根本都枵袂死。你吼顾好你家己就好啊。我知影啦，过两天吼，我要找时间去甲伊看。嗯，是安尼哦。啊，再一个要紧。美玲，这两天敢有找你？美玲，无啊，伊有啥物代志要找我？
是安尼啦，你今日报告有代志，若是无代志，你该倒来我公司坐，我有代志想要甲你讲。我即马都无代志啊，有啥物代志，即马就讲啊。好啊，那呢我派司机去接你。我请司机来搞载哦，什么代志啊？人都已经来到这，你这个丢毒哦！陈主任。即马若今日去办理吼，我都回头安尼。洪娇的病吼，已经袂当去拖啦。我知啦，但是我想吼，应该阁有其他的办法啦。啊，我阁去找美玲哦，参详一下好啊，吼。哎呦，这款话我听到有够神的啊啦！你真正不爱去吼，安尼洪娇的病，万一若医袂好，我嘛无爱我啦。啊啊叫我的性命吼，莫想遐济啦，行啦。拄则，我恁进去法院撤销高台生的死亡宣告。法院啊，已经受理啊，啊，即摆就是剩一寡手续啦，啊，甲公文安尼走走的吼，可能真紧就好啊。安尼哦。我想吼，要紧嘛无偌紧啦。迄公务人员哦，做代志那么拖拖刷刷的。啊，搁有啦，迄法院讲吼，爱有人证明我真正就是高台生啦。啊，若是要紧，嘛是要等到国庆咪阁回来啊。哦。阿娇啊，啊你放心啦，不管吼我登记吼要做啥物人，我拢会陪伴你啦。你啊，正经要创啥？我好无讲啥。哎呦，你莫急急的面青啦，这是上好的决定呢。啊，头拢剃了啊，敢会当歹势？啊！就只要若有钱吼，通互你看病，迄死人我嘛会叫伊起来跳舞啦。即摆就是等法院吼，若会当证明志明就是呆生，安尼你就有钱通看医生啊啦。阿娇，算了啦，曾主任嘛是为着你好啊。那呢？等法院证明了后，我是要叫你志明，也是台生啊。真有够气派的呢，比我去面试的设计公司搁较大间啦。总经理果然是无同款的。啊，这抱枕，这线哪会这歹看啦？啊，甲你的碰意嘛无合，换一个线啦，换一个面色好无？哪有人安尼啦？是伫摆我的办公室开始批评，你平常时去面试嘛安尼哦。我哪有可能这么白目啦？我是因为认识你，我才直接跟你讲的呢。啊，你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代志啊？搁叫司机来搞载。其实是安尼啦，就是我像你的代志想跟你讲。啊，本来我甲美玲咧丢毒，到底要跟你讲无？家己用着你的生活，遐毋过想想的，有一个代志也是好你知影较好。啊，是什么代志啊？
你敢知影徐应达的公司已经倒啊？倒啊！因为着要出来帮飞燕做证，结果失去尤家这个大客户，尤家是因岛上大客户，无尤家的支持，应达公司就经营袂落去啊。哎呦，啊，因阿爸阿母迄种人，目睭生伫咧头壳顶，这么现实的人哦，就算讲拄到困难，嘛一定无人甲斗相共。倒去嘛是真正常的啊。嗯，那安尼讲，那安尼取义咧，伊遮尔啊打拼啦，结果嘛一场空，对伊来讲打击一定真大。我知啦，啊伊自较早吼，为着要甲因厝内底斗三工，就是真正是拼性命呢。然后去予车弄着啊，搁赶要去甲孟娟订婚，就为着要救因阿爸的事业。伊吼。若是读册有一半认真就好啊啦。啊，伊即摆安怎？敢好？伊有甲我讲啦，讲伊来即个介绍去另外一个公司上班，要毋过详细内容伊是无甲我讲。卡煞后摆若有讲着，我再甲你讲。免啦，啊我即摆也甲伊无关系啊，伊的代志我无想要知影遐尼济啦。那安尼讲啦，毕竟吼恁过去是阿婆，算起来嘛是结婚啊呢。安尼讲嘛对啦，不过你嘛知影，阮是伫个啥物情形才结婚的。即摆想想的吼，真正就敢那两个囡仔伫个办公室啊。少年是毋捌代志，你莫阁讲啊啦。对家人开始算算的，你甲群义应该嘛有七八年啊。对呢，七八年啊，真正足久的。啊，不过吼，我谈恋爱吼，都无亲像美玲这么好运啦，啊会当拄到像你这款的人啊。嗯，较早第一个人是怎？你目睭内底敢若有郑群义？哎呦，啊我迄个时阵就是感觉吼，都爱亲像郑群义这款啊，啊穿个啪哩啪哩啦，爱跳舞啦，啊骑一台车安尼轰轰叫的查甫囡仔才有做帅。你甲伊比起来吼，较亲像书呆子。不过现在才知道，书呆子也有书呆子的好处啦，至少做事情比较稳定。其实群义哦，经过新的事情，还有现在出来的状况，也变得比较稳定了啦。就像这次啊，我去找他，我说要来斗三工，他竟然拒绝我呢。这点就能看得出来，他跟以前真的不一样啦。这点吼，他跟我吼，真的是有仇啦。无想通的时阵哦，就敢那白痴嘞，安怎做嘛做袂出一个弯钩啦。啊，若是想通啊吼，就一直向前行。你讲恁两个有相，我感觉恁两个其实是互相了解。当然啊，伊拢讲吼，我比伊巴肚内底糖哦，搁较了解伊啦。既然心内对伊搁有爱，就莫加做失误啦。啊，若无。你是折磨家己，嘛是折磨对方，就亲像我甲美玲同款，明明拢介意对方，也毋过甩伫道边。经过遮侪年，对方才知影，搁差一点仔失去所有代志。欸，啊！你叫我来，就是为着要讲遮哦。你真正足白目的呢。我甲群义的代志，连阮阿母拢唔敢问。我即马是你的姐夫，嘛是你的小弟，我用这两个身份来考劝你，应该是有够。而且讲起来，咱嘛算是一家伙啊。我希望我的好朋友甲我的姐姐会当快乐，嘛会当讲我即个做姐夫的，希望我的小妹会当过得幸福。嘿，恁哪会甲美玲愈来愈熟啦？还是今仔日这是叫你来讲的？不是啦。是我真正感觉你甲群义哦，着差一步。哎，我看你哦，真正是去予美玲洗脑啊！这规头壳哦，拢是啥物大和解啦、相亲相爱啦。我甲你警告吼，美玲这种人吼，真正是个性有问题啦。敢若别人好就好啦，一讲到人拢感觉是家己唔对啦。你若是乌伊哦，早晚会来伤啦。伊来伤，我着来伤，袂有这款代志啦。啥物咧袂？哦，你看伊哦，常常咧食食迄个啥物棒棒糖啦，甲梦游同款啊，拢是收压抑的镜头啦，你爱较细腻的。好啦，啊，看你专工来找我讲，
还佫讲遮尼久，我老实甲伊讲啦，毋是我无想要甲群益做伙，是因为即摆哦，我真正对阮两个无信心啦。啊，阮自细囝了后，逐工拢咧冤家，冤家会惊啦，所以未来的代志，以后才佫讲啦。啊，我头壳又佫无好，无适合去想遐个足远的代志。而且，我为十六七岁甲伊哥哥甜到即马，真正是爱甲会忝，嘛足痛苦的。就算讲国中来，嘛有足侪已经讲出去的歹听话，无法度完全当作拢无讲过。所以我决定吼，暂时拢莫去想啊啦。好啦，既然你遮尼坚持，就帮我顺利做人就好。不过，还是真多谢你的关心啦。哦，我自拄则就想要甲你讲啊，敢讲拢无人甲你讲，你这内底的衫，甲外套，脱起来根本就无适配啊。你配色敢讲真正有问题，安尼看起来吼，真正无一个总经理的扮啦。敢真实嘞？哎呦，甲你讲遮尔济，你嘛唔捌啊？归去安尼啊，我有闲的时阵吼，替你做一个西装外套，你穿你就知影。好啊，那你真麻烦你。吼，找我这种吼专业的甲你做衫吼，外口是找袂到哟。安尼讲嘛是啦，一个学服装设计的姐姐哦，真实是袂歹。我不许你胡说，叫美金，唔通叫姐姐，会搞叫老啊。是，美金这。嗯。美金，美金。乖。春夏过秋冬，幸福袂淡淡。公平没关系，微笑的月亮叫一声前方。你吼，实在是够害啦！啊，明明身体就无爽快，谁人要甲志成讲遐久哈？你拄仔才开刀完啊，尔应该加休困。我今晚才知影讲哦，迄做病人哦，嘛是有好处啦。哎呦，做病人有啥物好处啦？啊，你是头家叫我拍去哦？嗯，是发烧啊？哎，无啊。哎，你无看啊？我安尼破病哦，大家哦，甲所有迄手头的工课哦，拢放落来。像伊今，伊最近要比赛。因为我无闲嘞，你嘛走来甲我看，啊，佮我支撑。伊即马是爱管理迄几间公司，迄是有啊无闲嘞。啊，即马才下班遮尼晚，佮全工安尼来甲我看，啊，拄只好，佮吃我吃药啊，就感动嘞。哎，安尼你都感动啊？你那样好骗。而且哦，我拄只好。高产之成功，但我是病哦，啊好起来，还别惊两个人哦，赶紧来，饮一杯。嗯，你搁在讲遐，啊病人啊未好，是想要有诶无诶啦，拢是你啦。两个甲志成一直讲一讲，害我一寡重点拢未记甲志成提醒。哎呀，你是搁有啥物重点啦？你是？啊，就迄工啊，伫咧阮阿母因家楼骹去拄到迄个乌目送无，珍珠啊。迄就是台生女朋友的老母啦，你无看伊安尼吼，结果袂输偌可怜的。我煞唔知影伊咧想啥，伊就想讲即摆美玲有钱，想要甲卡伊。你莫安尼共想啦，迄无得靠，人是真正有困难的。哼，啊，若是你哦，你的头壳就是安尼啦，戆甲袂白相啦。啊，若讲到迄个志成甲美玲哦，嘛同款啦。当作家己敢袂输姓林的，较只偏有十二道公文共款。啊，若是我则无遐尼好讲话啦。我吼是美玲的养母啦，搁再安怎，我一定会甲我的查某囝甲囝婿吼顾条条，绝对袂叫因受害啦。迄是志成哦，因家己的代志，你莫管，嘛免哦，伫遐惹麻烦。嘿，你若安尼讲哈，我是为着美玲甲志成好啦，你爱怎样呢？迄酒驾若是好，安尼志成甲美玲就会好。可是讲美玲甲志成若好，啊，咱两个唔才会好。
好啦，来，你紧困，你紧困哦，较早困，安尼，好来，坐下落，慢慢来，好啦，紧困啦，好，紧困，紧困。对嘞，我嘛是爱来敲上个电话，甲志成提醒才会用的。所以真正是一个小手术，开刀了后真紧就好啊。是啊，也毋过手术了后，嘛是爱好好听医生的指示，歇困啊、食药啊，甚至是食物件习惯拢爱改变。总共一句啦，应该是无什么代志。阮阿妈之前昏倒过遮尔侪摆，啊最后搁中风，我即马吼只啊听到有人昏倒，我规个心都乱糟糟。妈，啊是讲我陪你去病院做全身健康检查啦，这健康吼真正足重要的呢。嗯，你放心啦，妈妈逐年吼拢在做身体检查啦，而且考试啥物无爽快，我嘛马上去找医生，你免烦恼啦。是讲胆结石这种病，进前拢无尽头哦。啊，卡输有啊，文雄阿爸是医生，应该真紧就发现啦，啊哪会拖到遮尼久啦？医生嘛是人，嘛是有看袂出来是误诊的时阵，我想吧，就是误诊家己，啊家己吼腹肚无爽快，伊就食一寡成药来解决，所以才会变甲安尼。是啊，啊恁爸爸防护医术遐侪年啦，伊哪有可能查出家己身体状况？是讲爸吼，即摆倒落去，我去看伊时阵，我感觉伊敢若一个啊老足济。人咧破病的时阵吼，规个人嘛会较消散啊。啊，真需要有人甲伊关心，啊是讲连工，咱找一个时间做伙去看文雄阿爸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妈，啊不然做伙来去啊。你若有心要看伊哦，恁家去就好啦。啊，那我吼就免啦。我就想讲，咱是一家伙啊，做伙去哪要紧？你敢袂记得啊？啊，顶下我去恁爸因家的时阵，伊对我什么态度啦？啊！那即个伊看伊哦，伊会想讲，我搁去看伊笑话咧。啊，无你看吼，无啥物代志的病，我去看，病都变较严重。妈，无你讲遐含。总我一句啦，啊！那你要看，恁家己看啦。我都莫去刺激别人。世界讲要学习的，那个迟到啦。歹势啦，啊，我原本吼有计今日有考试啦，啊，要困之前就想讲今仔踮来休困，就甲乱只啊切掉啊，歹势啦。好，今仔是一个足重要的日子，就是咱大家长巧芳姐，伊自从做独立这段日子来，咱来考伊对潮流认知啊，搁时尚美学感觉，敢真正有无共款的看法？刚即将为延平北路来到中华东路啊，乔芳姐，你准备好了没？我早就准备好啊，等你足久啊。咱开场是凊彩讲讲的就好，你讲到安尼啰啰的，就自信了？唔敢讲有自信啦，是输人唔输阵。怎么讲？电影还未开始画拍，我就举白旗啊投降嘛。乔芳姐，我相信你今仔吼一定会把你的围裙脱掉，恢复你设计师的身份。对啦，乔芳姐加油哦！无我这个首席助理詹詹哥做到足新鲜的呢，压力大呢。哎呦，莫讲詹詹压力大啦，
其实我今仔徛遮做评审，我家嘛紧张紧张咧。但你是咧紧张啥？今仔吼是要考这个发型，啊，毋是考年纪甲辈分啊。那伊个技术哦，来做我评审哦，多多好。这就是乔芳姐个性，要做都要做到上好。啊，那迄种半桶屎的代志，伊是无要做哟。其实哦，我是有一个私心啦。英姐哦，是秀发人的这个上大牌设计师。假使那让伊来肯定讲，我是对时代潮流对的人，恁家啊，都拢给我拍牌啊。我刚才想到这哦，人就足爽。哎呦，我哪有你讲的这么厉害啦？是讲话说嘛，莫想早哦。今仔我是做严格来做评审，所以请巧芳姐好好啊发挥你的实力哦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啊。想到我之前在秀发人考试的时阵吼，刚才要求会当过关就好，搁希望主考官会当放水，想想的真正就无出头。小茹姐，你会晓安尼想吼，表示你已经有改变啦。以后考试计算考试，咱嘛要做加油哦。啊，不过我也是希望设计师考试哦，会当遐卖严格啦。吼，小茹姐实在是。好啊啦，你莫那么开讲啊啦，若要讲吼，等我考完再搁讲。我即马吼，精神登好，开始。好，我正宣布，第一关的考试正式开始。即马有一个人客跑一遍来到顶上，阿爷看伊发型师安尼看几波。唔知道要做做几种造型，结果伊就摕这张。哦，这款的短直发吼，比较较重视技术层面呐。阿姆哥马克韦德巧芳姐，应该唔是刚刚这张尔啦吼。哦，巧芳姐就跳位哦。阿哥，这张。这款的长卷发。就比较较困难嘛哦，是讲这个人客介意的头毛型嘛差伤济啊吧，两种无同款的头毛型呢，是咧丢丢要选倒一种？唔那安尼哦，阿哥，这张问题来啊！今摆这个小姐吼，根据三种造型的发型，阿姨就甲设计师讲，伊想要融合这三种造型的发型。小芳姐。那是你，你安怎做？胜哥，原来之前我你姐啊，阿咱伫咧十一点关，跟一个介个发型，是为着要甲乔芳姐考试。是啊，我你姐真正无够意思呢。唔较早讲，早也知我著经骨较困。嗯，哦，后壁迄两张卷发的甲挑染的，勉强跟咱夹做伙啊。啊，不过迄个短发的部分是安怎啊？是啊，短发可以当挑染，啊，不过嘛是无结合到三种头毛型的 style 啊，太困难了吧？这位小姐，这有三种无同款的头毛型，你比较比较喜欢倒一款？因为你认为讲倒一个头毛型较有特色，特色是伫个倒位？嗯。我就感觉这种短发俏丽，看起来足可爱、足活泼嘞，我嘛就介意哦。啊，不过这种长发蓬松的感觉，看起来他们足嫩的、足好望的。啊，阁有，你看，他们你这种色的吼，还可以换光嘞。所以这三种型，我拢足介意的。我请教你，那呢？你感觉你的长度要到倒位较适合？拢无要紧，好看上着。阿哥，你咧做工课时阵，你白头毛尾啊，较方便你做事无？啊，是讲你用真侪时间咧保养你的头毛，整理你的头毛？平常时啊无咧白头毛啦，啊嘛无咧保养，嘛无咧整理，若有需要我就去发廊啊。好，安尼我了解。小芳姐、韩月一姐到底是搬倒一出啊？我拢看无啊。对啊。我搁了阵讲，乔芳姐甲人客讨论，佮伊甲其中一个头毛摕掉，三种头毛型会当做出两种，就真了不起啊！看
放假七落月。那今仔考试的人是恁两个，恁早就替我淘汰。哈？为什么啊，英杰哥？对啊，淘汰嘛爱一个理由吧。咱这个头毛是服务业，啊，一个好看阁适合人客的头毛，其实是设计师和人客沟通出来的。即摆人客甲你讲伊的想法，啊，恁着还袂去了解人客的需要，着赶紧咧想讲哦，安怎做，安尼甲会较会方便做个代志，想要偷食步，莫怪啦，一个助理做甲要八档啊啦，啊一个吼，顶回科设计师科无过啊，您不及格。啊，毋过乔芳姐无共款哦，嗯，伊有好好啊去听人客讲话。过去啊，人客问讲，伊想要长度啦，吼，啊，佮有生活的惯习啦。一个好的设计师上介重要的，就是和人客在沟通。若是这点吼，乔芳姐一定过关啦哦。纪宇小姐，你跟我安怎？麻烦评审。这粒头毛和拄只迄三张图拢无同呢。我想要请问设计师，这个发型和拄啊迄三张图有啥物关系？那是因为我甲纪宇小姐开讲的过程中，我知影讲，伊对这个头毛呢，这三款呢，无一定介意各一款，只要若好整理就好啊。亚姨呢，可能现在无咧白头毛买啊，对这个短头毛嘛，伊咪当接受。所以咧短头毛的时阵哦，伊这个毛头呢，我就甲剪较翘咧，可以看起来头毛会较蓬松。啊，你这个色水呢，当然嘛是爱就有小姐介意啊。嗯，真正有融合这三种特色哦。就有小姐普通时啊，真分大用头毛，所以呢，我就甲加一个较简单的型，可以安尼背背咧。啊，就是出门嘛，你看像安尼，安尼出去，咱嘛袂感觉讲伊是无落头毛就出去。乔芳姐，这个设计吼真正袂歹哦，真符合人客爱的需要，佮有设计师的巧思佮创意，有厉害。是啊，完全无受到这三张相片影响，跳出框架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造型。所以。别安尼，你
也跳起来呢。经理小姐，表示你感觉安怎？非常满意。小芳姐，这头一关，恭喜过关。谢谢。你只要一开始下手这么强，我看第二关我那真歹考。看完你这考题吼，真正足用心设计。啊，巧芳姐在考的时阵，我就会想讲，若是我拄到，我会安怎做？其实设计考题嘛，袂当凊彩呢。时间这么短，你得爱看出一个人的实力，这嘛是简单的代志哦。第一关就这么困难啦，那恁第二关阁考啥物啊？看你一安尼吼，感觉是袂啥物秘密武器呢？阿姐啊，来，大家鼓。第二关，今有一个人客来个顶上，要设计师给他倒三工。啊，这个人客哦，问伊才知影讲，原来伊有自然卷，啊，平常时啊无咧保养，所以吼、哦，迄鼻塞足严重诶。啊，因为伊要升级，所以他们家己教，结果啦，愈教愈害，就变安尼啊。啊，伊见后头洗洗，就走来顶上啊，叫设计师给他倒三工。即摆问题来啊、哦，请问做一个设计师，你要安怎扳回伊的顶上风光？先讲好哦，袂用剃光头。也袂用戴假发。这位小姐，你除了对这头毛无满意以外，你对其他的头毛型，你有啥物疑问？哎呀，设计师就歹势啊，我即马无啥物疑问啦，紧来把我头毛救回来，安尼我就谢天谢地啊啦。你放心，你今日来顶上了，我就是要你水当当出去。稍等下，我会用无同款的假发。啊，这个过程中，你若有啥物疑问，会使提出来讨论，安尼好不？好，我参照一个人，安尼行出去就好啊。好，包在我的身上。嗯。哎、欸，小五姐，你有感觉即届小芳一行人个沟通的过程，好像像有倒位无啥共款呢？啊，不过我又搁讲袂出来。甲顶摆比起来呢，即摆小芳姐提问问题，甲讨论就较少啊。应该是讲，这个人客已经无心情去想，家己到底想要什么款的头毛型，所以吼，也无通讨论啦。哎，人客头毋是拢洗好啊？为什么无爱直接剪就好啊？搁特别吹好剪，安尼是对还是唔对啊？这位小姐，我好觉你的头毛哦是自然球的，而且哦，你鼻塞真多，所以哦。我先把你的头毛吹好干，啊，看下小蛋要来加什么型的。这是即卖日本上爱流行的干燥卷技术，先吹好干，再搁加。啊，对吼、哦，这是之前吼月英姐上课时阵加过物件啦，我竟然吼甲伊放袂记住啊。本来你加过啊，哪了进步真大呢？反正这是你第二摆看操作示范，后一摆应该袂搁放袂记啊吼。绝对袂啊啦，我唔敢搁放袂记啊。
同款吼，我还是想要问设计师的设计理念。我无想要甲这位小姐头毛加了伤短，因为安尼若要留长，得过一段时间，所以我甲伊加歹个头毛加做短。顺伊个势，我甲拍层次，安尼头毛看起来就较顺，而且看起来嘛较济。啊，若这个刘海甲这个头毛尾，我甲加自然型个，自然型个会当改变一个人个面庭，而且嘛真好配衫。看是要用职业妇女型个，还是要用家庭主妇型个，拢会用个。这个小姐若知影讲伊个头毛安尼遮尔好整理，佮遮尔好配衫，伊自然就欢欢喜喜行出去顶上。拄只只巧芳姐佮人客讲话，听会出来，一定想要予人客有信心，嘛予人客对这个设计师一定的信任感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无怪佮拄只人客问法吼，完全无同啦。顶一个人客呢，一直踌躇无法度决定，所以咱设计师就要替人客整理伊个想法。啊，这个人客呢，就一直紧张到无自信嘛，所以咱就要较肯定的，安尼才会当化解人客的心结。我问对啦，人客甲头毛交咱，嘛是甲心交设计师，所以呢，咱要听有人客的心，才会合决定，这才是上重要。啊，恁听起来大家应该拢了解这题的意思啊。巧芳姐今麦阁做出一个遮水的头毛。遮厉害的设计师早就应该准备好势去开店做生意接人客啊嘛，吼！也就是讲，我即马宣布第二关考试通过，魏巧芳小姐升为设计师。恭喜你呢，总算会当正式和甲围裙脱落来啊！这条围裙是我上届好的老师，伊教我真多，我要好好感谢伊。看乔芳姐这尔厉害，我嘛要加倍骨力，精神才结束啦。乔芳姐个进前学的技术啦，咱融会贯通，而且还佫灵活运用，我今仔看到这结果吼，我足感动的。啊，乔芳姐技术本来就真好啊，加上这观念一改，迄几个人拢变甲无共款吼。这哦，拢爱感谢您。当初我要来中华东路开店的时阵，是因为讲我的技术会当伫咧中华东路拍出一片的天下。想袂到，我唔对啊！我甲家己绑咧我过去的思想当中。我不但是无进步，而且我阁一直退步。我对时代潮流袂着，我嘛对袂着时代的改变。好佳哉，乔芳姐开窍得早，对家己的要求阁高，才会当伫咧遮尼短的时间有遮尼大的进步。这拢是因为你 ，Sam， 佮我你啊，恁甲我讲真心话，才会当予我觉悟。以后我要踮咧顶上开课。要将我所学的一切来甲大家分享，而且要甲大家分享讲，对一个人的头毛型，要安怎知影讲，伊日常的生活是安怎洗头毛、安怎困的、安怎吹头毛的。哈，咁遮厉害，我真唔信的。你哦、喔，你咧洗头毛吼，拢是哦先甲头毛用好淡，再用洗发精。啊，你咧困哦，拢叹气声的。而且你把头毛吹落台的时阵哦，拢是咧呼噜沙沙后边吹。你哪会知影？偷窥我的私生活、喔？为什么刚才我一个就惊起来？刚刚你咪讲就好没吗？这是什么通天眼？那是偷窥术啊！其实咱经验虽然没有乔芳姐遮多，按个人家看侪哦、喔，自然有家己的撇步。其实我是感觉讲，这个技术是靠经验。啊！不过你家己一定要实际去做，哪做哪看。而且这不是凊彩在外口上课会得的哦。要对一个师啊，做个师傅哦，这真简单，忍耐就过去啊。要对设计师做到这个师傅，这又搁是另外一回事啊。
有的人天生伊就是会夹头毛，啊，毋过伊就是袂晓夹，这又阁是另外一个技巧。我记得我当初带瓦丽姐啊，跟乔芳姐做伙学习，应该方法真简单。啊，毋过当我变做设计师的时阵，我煞毋知影要怎夹人。我真正足幸运的，会当得到两个这么好的。好，今麦咱的大家长乔芳姐已经回来啦。恭喜你，魏巧芳小姐升上设计师。找谁啊？请问你敢是林凤娇？你哪会认我？啊，不过我应该无认识你这款帅哥啊，那我应该记的。不是啊，我是来找。喂，凤娇啊，哦，啊是谁在找啦？不知道，无认识。谁在找？不是啦，啊到底是啥物人啦？到底你是要找？哥，哥，国庆，哥。这阮小弟啦，伊是阮小弟啦，阮小弟啦，这阮小弟啦，这阮小弟啦，阮小弟啦。哥，歹势，我叫高国庆，我是为了找阮哥高台生。是啊，哥。啊。我记得哦，你以前差不多，我悬一点啊，尔安尼啦。哦，即马变到遮悬哦。无啦，读书时阵是遐悬啦。啊你咧，你的头毛、你的衫，安尼，你变遮多咧。我这叫流行啦，台北即马通拍啦。是哦。你是要放啥？我想，恁两个哦，足久无见面，一定有足多想要讲。无要紧啦，恁偷偷讲，我甲我先出去。偷偷讲。多谢啊。欢迎，欢迎，嘿，我讲。偷偷讲吼。哥。欢迎回来啦！什么欢迎啦？拜托的，是你坐飞机呢？啊，我要欢迎你啦！哦，对啦，真够只歹，坐啦，我到最后拎啦。好啦好啦，坐啦。凤娇，迄个高国庆吼，生活敢若过了袂歹吼，啊，伊伫美国是做啥物？啊，你平常？含志明，啊，不是含大生，拢无讲到这哦。母啊，啊，这敢真重要啊！人做啥物嘛无管咱年代啊。嗯，你啥物态度啊呢？哎，我是恁阿母呢，你拢无尊重我。安尼你敢有尊重我是你的查某囝？
我甲志明讲好啊。即届因弟弟转来吼，就是斗三工，因转去以前高台生的身份，足简单嘛，足单纯的啦。除了这无其他的代志啦。所以你甲迄个国庆哦，妈妈有啥物接受，人家你也无接受。哼，啊，我只是简单问这个问题尔。我是讲，伊是志明的小弟啊，看伊的为人如何。啊，我简单问一下，安尼凊彩问问呢。啊，但你是判到做小金？因为我无想要让国庆知影，你逼我甲志明做一挂歹代志啦。伊若是知影伊即届转来哦，替因阿兄转去以前高台生的身份，是为着甲美玲分财产，伊安怎想？伊讲关心人，敢讲我讲唔敢听。规定国庆的代志哦。你莫问就对啊，莫去影响人的生活。吼，反正不管你安怎讲啦，这个代志我决定啊啦，安尼就好啦。春夏过秋冬，幸福袂淡淡。坐啦，哥，歹势啦，啊，我接到你电话的时阵吼，我就想要转来啊，但是你五兄吼，搁咧无闲啦，拖到即马。无紧啦，我知影吼，你自细汉就足聪明的啦，啊，你美国兄的头家吼，一定交代你真济代志做，一定足无闲的啦，对啊，啊，你转来哪无甲我通知啊？我当去甲你接啦。无啦。啊！我代志处理了吼，就紧赶回来啊，去饭店放了行李就过来啊，袂赴甲你讲啊。对啊，我一件代志吼，要好好甲你问，你老实回答我。什么代志啊？你是不是结婚啊？是啊。阿毒啊，金头毛的。不是啦。乌人。不是啦。啊是啥物款的啦？你有照片无？摕出来我看。照片？嘿啊！看照片创啥？鉴定者，给，给嘞！鉴定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出来买。妈，这份某啦。这恁某？对啊。哇，足水的呢！恁两个真速配啦。对啊。我相信哦，妈若看到吼。一定会替你感到骄傲的啦。以前哦，妈妈就常常跟我讲，讲你够读书啦，以后哦，一定是大富大贵的命。以前哦，厝内底我同无乖啦，四过去领代志，逐面倒来厝的咯，拢害你跟我做伙互妈讲。啊，过一届哦，你头壳后倒歹，啊，结果脚摔断去啊。妈咧一直甲你照顾啊，伊个哦，你脚拢一直好啊哦，伊搁要帮你洗身躯啦。啊，迄当阵哦，我常常咧想，妈较疼你啦。哪有啦？我甲你讲，妈上疼的就是你啦。看卖，伊烦恼吼。你无对象啦，啊！你甲你逼婚啦，逼做迄个马小姐有无？哦，结果你为了娶美玲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？你看，刚还迄100万啦，对无？搁有迄假的八字，干嘛骗啊？我感觉吼，这种小花代志啊，但是你实在是无应该吼摕去控米上。国庆啊，这件代志哦，以后就莫阁讲啊。这真正是你阿兄做唔对，你放心，这种代志无可能阁发生啊啦。知影啦，我相信你。哥，啊，电话内底你唔是讲你要继续做朱志明？是啊。啊，即马哪会形容改变啊？你是不是拄着什么代志啊？
无啦，那有啥物代志啊？你看，我即摆生活过了真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吼是有我家己的想法啦，我就是想讲吼，啊，我以前就是高材生嘛，高材生高材生，乡下人叫我朱志明哦，没关系，我就甲改转来啊。感情呢？你敢有啥物代志无甲我讲？那有啥物代志无甲你讲？你毋是讲你咧美国是法律顾问？我看哦，你是做警察吧，疑心病真重哦。那有啦，无啊。啊，你以前阮妈妈遮侪代志，我自然就会想较侪啊。其实我是安尼啦。我就是咧想讲吼，啊，你是高国庆啊，我就是高台生嘛，你阿兄啊，啊，我若是要做朱志明，你就毋是我的小弟啊，所以吼，我为着你吼，我宁愿做当个高台生，做你阿兄啦。哥，多谢你啦。谢什么呀？无啦，是你即马决定要做个高台生，其实我真欢喜啦。安尼，咱国家就袂剩我一个人。哎，国庆啊，是嘞啊，你这几年哦，拢一个人。是不是很辛苦呀？啊，阿兄对不起你啦。没啦，拢过去啊，不要紧啊。其实吼，这摆看到你，我感觉真正是无同啊。人哦，是会改变的啊。我即摆连名哦。嘛爱改来改去，我唔知影要安怎讲，我就是感觉你比以前较踏实、较快乐，这个改变是好的啊。其实你失踪这么侪年，我感觉拢真艰苦啊。但是起码知影你拢过了袂歹，比人国家啊啊。你幸福比毛凤娇姐，安尼嘛算圆满啦，啊，我着放心嘛。那是国庆知影，伊即个倒来帮我恢复身份，会扰乱阮四个人原本平静的生活，唔知影伊有啥物感想。啊，对啦，哥，等一下你敢有代志？无啊，我无代志啊。啊无，咱去找美玲啊。找美玲？对啊，遮侪年无看到美玲啊，我嘛想要甲看一下，讲几句话啊。啊，安尼我看敲一个电话给伊好啊，会惊伊咧无闲啊。啊，好啊。啊，我去摕个电话号码。好。唔是拢开去厝内底，你讲你即马伫咧台湾，敢真诶？会用啊，当然当来找我，啊，就算吼我搁较无闲，我嘛会排时间出来，啊，不过咱要约伫咧倒啊？拢会当诶，那呢，咱就约伫咧顶上啦。
我给你地址。比国早的有名粿，足好食的哦。人来都好，搁早礼物，你伤客气啊！不要紧啦。啊，不过你真正变真济呢，若不是恁哥介绍，你今日努力，我可能搁认袂出来。啊，你即摆看起来较缘投，嘛较稳重啊哦。你嘛变足济啊！一开始的时阵，你搁咧家人甲人洗头，想袂到吼，哇！你即摆是忠孝东路这设计师呢。就无简单嘞，时间真正过足紧嘞，才无几年的时间，真侪代志就无共款啦。是啊，啊阿嫂，我听哥讲你有个家人哦。什么药？是嘞啦，啊国庆即马哦，断纽约啦，啊遐人卡的遐药药药啦。对啦，药药。啊美玲哦，已经结婚啦。所以你就莫阁叫伊什么大嫂、阿嫂，知影无？啊，对啦对啦，啊我叫惯性啦。我拄去美国的时阵吼，拢有写批予伊，啊内底我嘛是叫伊阿嫂啊。哦。后来吼，我就足无闲的，就无继续甲阿嫂，无继续甲美玲联络啊。是啦，我还记得迄个时阵吼，你阁写批转来甲我讲，你真无闲，可能无时间写批转来。啊，最后咱就无搁联络。无啦无啦，伊互我解释一下吼，我真正是足无用的，而且我英语嘛对袂着别人啊，我家己吼压力足大个，所以才安尼讲啦，歹势啊。无要紧啦，这是小可代志，我袂甲你计较。重点是咱三个人可以当平平安安坐伫遮做伙开讲，真正是天公伯互咱上好的安排啊。嗯，是啊，本来吼。我叫是讲，哥真正是走啊，想袂到这侪年了后，竟然找到伊。欸，我接到伊电话的时阵吼，我真正惊到戆去呢。我想讲吼，敢是有人要甲我创治呢？我嘛是同款，真正是想袂到。嗯。对啦，啊你讲你即摆转来台湾，是为着要替志明恢复台生的身份哦？是啊，啊我是伊小弟啊。当然爱我卖零嘛。啊，不过台生，啊你那雄雄要安怎做啊？我还记得你之前甲我讲。哦，是安尼啦。啊，我有我的考量嘛。你看，我本来就细个啊，我若做朱志明，和国庆就毋是兄弟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搁有，迄万不能哦，迄真正朱志明断啊，要安怎？我总袂用一直做别人嘛，所以吼、哦。我有我的考量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啊，其实你会当找我斗三工啊，啊，就唔免阁请国庆专工坐飞机转来台湾，这机票真贵。哎、欸，迄钱哦，小可代志啦。哇、哦，嚯、哦，哎、欸，啊、你拄讲一句话，应该是我十几年前常常咧讲的吧？哦，哎、欸，我转来是要甲你见面呢。对啦，咱两个吼去找妈，去找妈娘乡，甲看一下，安尼嘛算讲是一家团圆啦。嗯，阿美玲，你已经结婚啦，所以有当时啊吼，惊麻烦你做代志，嘛也无方便啦。那安尼这件代志，凤娇甲知影，阿姨的想法是哦。凤娇嘛，知啊，伊甲我讲，我做主就好啊。春夏过秋冬，幸福袂淡淡。没关系，微笑的月亮叫你上前方。那安尼这件代志，凤娇甲知影，阿姨的想法是哦，凤娇嘛，知啊。伊甲我讲，我做主就好啊。啊，不过台生，哎、欸，我看吼、哦，美玲啊，你应该足无闲的，对不对？是嘞啦，哦，
啊，交了你去做工课啦。我看时间差不多，若要抬杠吼，咱搁找一个时间。啊，我喊国进先来等啊，吼。不要紧啦，啊，这个时阵吼，人客较少，啊，国进搁真久无转来，我想要好好跟你开讲。好啊。哎，但是哦，国进啊，你唔知影啊，啊，即马吼，美玲哦。是忠孝东路发型界大师呢，迄真侪人吼，拢要找伊哦做头毛啊，啊所以哦排队排甲，咱哦莫甲搅了啦，伊是客气啊，其实伊足无闲的呢。阿哥，你毋是讲哦，即个回来啊时间较短，要和大学同学聚一聚，吼、哦。是啦，啊，美玲，阿伯，我先来走。哎对，阿伯先来走。你好，你好，进来走。阿美丽，免上啦吼，我来听。阿姐，阿姐，我上个门口啦。我看美丽也无偌水啊，伊的感情阁真真惨。进前庄志成为着伊甲经理秘密，后落来英杰哥阁找演假女友，甲女友气到咧几百多岁咧。现在他的情况又出现，两个人吼，未输无啥物代志，同款，敢若好朋友嘞，对不起。啊，迄别人感情的代志，莫管遐济好。我这毋是管，我这是关心。而且吼，我拄在店内身躯顶看到你甲伊面影哦。无啊，你即马讲这话啥物意思？你看。人美玲吼，甲伊真爱咱平常心见面，阿你嘞？为什么你甲伊面都袂用钱？阮当然嘛会用的啊！啊，阮之前毋是做伫个秀发廊上班对无？啊，嘛是甲平常心共款啊。这无嘞，之前吼你一工到毋咧冤家啦，啊，迄个时阵吼，你甲伊面的代志吼，我就感觉怪怪，想袂到恁真正是离婚夫妻哦。啊！恁两个伫秀发廊除了英杰哥的代志以外，恁就是上劲爆的啦！啊，迄遐尼久的代志啊，这无，敢会当莫阁讲啊？其实啦，迄个时阵吼，恁做伙成设计师，我看恁感情敢若有变好呢，阁做伙设计对方的造型啦。啊，原本廖准讲吼，恁两个古今迷离，旧情复燃呐。想袂到，即摆拢找我转啊！啊，无怪啦，下暝迄个时阵吼，原本要转去秀衣店啦，啊，佮雄雄讲啥物要去进修，我看吼，伊根本就是无想要看到你吧？啊，伊是安怎想，我要哪会知啦？啊，不过有足侪代志，嘛毋是善言良语就会当讲互清楚的啊。我就亲像你。甲金浩，什么我甲金浩？我就错啊！我是自头到尾拢无介意过金浩，迄是因为有时阵伊伫咧现场啊，啊我替伊留一寡面子，无直接讲好无？啊，搁安怎讲？我即马24小时也是需要伊甲伊脚手来保护我，啊若无，想想要规工甲伊徛做伙。你也免甲我解释遐尼济啊，我也无讲啥。我只是讲哦，有即个代志，毋是三言两语就通解释予清楚。啊，你看你头拄仔解释偌济句啊。所以讲啊，这做人哦，毋通平常时就遐尼爱八卦、断章取义。啊，若无倒一工，这八卦的对象变做你家己，安尼就无好。好，我来甲你讲，我预约人客差不多要来啊。注意助理，这块杯仔真麻烦你。收一下。什么啊？我明明就解释真清楚啊！像我这种洁身自爱的查某人哦，哪有可能给别人讲我闲话？要讲嘛，先讲别人闲话好无？嘿嘿，看卖，看卖嘞吼！哇，这么多哦！啊，敢有我会当吃的啊？无呢，这吼拢是要让你阿妈补身体啦。啊，你阿佫遮少年，是要补啥啦？哎呦，佫较安怎讲？我佮阿妈嘛是一家伙啊，你爱照顾就爱屋及乌，哪有敢若照顾一半的道理啊？
啊，好啦好啦，林刚吼，你有啥物脆食物啊、红啊菜啊，我再甲你传啦。安尼不差不多。好，你今日袂用安尼啦，安尼红笑呢，红讲无礼貌啊。啊，金某啊，莫客气啊，紧来坐坐坐啦。嘿嘿嘿，多谢阿妈呢。我甲你讲哦，后摆你若来时哦，唔免安尼啦，扎扎遮济物件来吼，安尼阿笑伊啊吼，会无好意思啦。哎呦，阿妈，你唔免歹势啦，阮大吼有特别交代过啦，袂使讲吼，伊无伫的时阵吼，就甲恁放袂记呢。那安尼吼，阮大出来的时阵吼，我一条命，唔知有够赔无？所以啊，我都爱定定来。较骨力个来，到时阵吼，住喺迄边吼，麻烦阿妈甲我讲一句啊好话啦。阿公吼，我拢乖乖。会啦会啦，啊你本来就足乖啊哈，到时吼，我会伫个塔客面头前讲吼，金宝啊足乖足听话啦哈。多谢阿妈呢。啊，是讲塔客吼，实在嘛真有心啦吼。安尼伫内面哦，就已经真辛苦啊！啊，佮安尼遮尔关心阮，金浩啊，明仔哦，你要去面会的时阵哦，爱甲我讲哦，我嘛要含你来去。伊遐尔关心我，我嘛爱来甲关心一下啊，吼！阿妈，阮大有讲呢，啥物人去吼，拢会用的。阿妈，你袂使。是啊，我袂用去哦。啊，是安怎？啊，他客不爱见我遐。哦，哇，阿妈阿妈，王大吼，当然嘛是足想你的啊。啊，不过阿妈，你嘛知影，迄边的环境吼，遮尔歹，卫生吼嘛无好呢。你的身体安尼，莫啦，莫去啦。哎呦，恁拢想伤济啊啦！人我吼是足认真伫服敬，嘛足认真伫咧食药啊的呢。我即马身体吼好甲差不多啊啦，唔相信美金会用做证人吼，对不？这是真实的啦。哦，我从来唔捌看过一个中风过的病人吼，会当恢复到这么紧。那是病人有迄个乖宝宝排名吼，阮阿妈一定是第一名，嗯，盖印章哦。啊，所以讲哦，你吼爱甲塔客讲哦，我讲拢唔免烦恼啦哈。啊，是讲吼，那想着讲，我着爱念歌哦，才会当看到塔客哦，啊有影是心肝内足思念的啦。阿妈，你放心啦，我金虎判断吼，阮大袂乖这么久。嗯，是安怎啊？啊！一定是用黑道的力量，予警察紧张，逼因较早甲伊放出来，对无？你莫黑白讲啦，阮大吼，即摆已经漂白安尼，哪有可能会做这种代志啊？伊即摆讲，伊即摆伫内底吼，绝对会安分守己，好好啊甲表现。我看吼，无外久哦，都会提早假死啊啦！安尼真好呢，嘿啊，嘿，希望讲哦，阿姐塔克吼较紧出来啦哈，啊，还佫有伊迄个后生啊，嘿哦，本性哦绝对我那袂歹啦，啊，即马呢入去内面哦，看会当安尼好好啊反省一下无，啊，到时阵哦，两爸仔囝拢做伙出来，安尼上好啦。对啦，阿妈，伊即句讲了对啦，因吼。唔，若要同齐出来啦，无得靠你的运气啦，吼！即马就关做伙安尼，吼，那安尼吼，因爸仔囝就会使培养一下感情啊。到时阵若是出来吼，哼，反正吼，因的误会全部拢化解啊啦，无得靠吼，过哪难哪靠呢？到时阵吼，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啦！你这句话吼，上好是莫让恁大个听着啦。啊，你甲讲敢那苏辣嘞，搁当做伙哭嘞。哦，伊若是听着吼，绝对甲你拍一顿臭白。美金啊，拄只我讲的话吼，都敢那我知，你知，阿妈知，就好啊啦。你千万千万唔通甲阮大个讲哦，拜托拜托啦。
我跟你讲啦，这你会当食啦，这查某囡仔食了。你今日第一天的报道吼，啊公司环境若是无想着来问我，哎，这是你的位啊，啊这是总经理的办公室，这么近哦？安尼李总若是叫你吼，你才会当马上入去啊。啊，起码科技这么发达，啊现在起家内线我都入去啊，我够有必要穿着点啊高点啊暗？当然有必要啊，我跟你讲，迄李总若是叫你吼。你若无伫五秒之内入去吼，你后果会足惨的哦。五秒，总讲一句吼，就是爱有效率啦。啊，千万袂当吼耽误着李总任何一秒钟。看事办事啊，爱交代啥物吼，你马上去做安尼就对啊，吼。哇，真正甲人讲的同款。就拍舞。啊，李总吼，虽然伊的嘴吼是较得理不饶人啦，啊，不过伊这人吼心肝阁袂歹。啊，你只要顺伊的意吼，莫安尼变鬼变怪就好。好啦，我会好做先。啊，你衫裤整理一下，交你来见李总。免吧，我感觉我做引导的啊。啊，煞煞去，行。总经理，李来，李总，啊，这位是你新来的特助。啊，人我甲你带来啊，你若有啥物代志要交代吼，你著甲伊讲啊。啊，若无啥物代志，我先来去无用。李总你好，我好多郑群义啊，你跟我群义聊一谈啊。啊，请问有啥物需要吩咐，我跟你斗三工的啊。你免歹势啦，我问你啊，你感觉你家己凭啥物有法度做我的特助兼秘书啊？哦，凭我吼，堂堂八尺的男子汉，文武双全，反应又紧 ，EQ 阁悬，所以李总，你交代的代志哦，我一定甲你办甲好势好势，嘛绝对袂甲你拖拖刷刷啦。我保证啊，到时阵哦，你要甲我拍分数，一定是甲我拍一百分。你家己的能力有偌济，我是唔知影啦。啊，不过哦。敢那你今日请安尼来吼，我就会予你不及格。哈？敢会？这是我上贵的西装嘞，我今日特别请来的。好，那呢吼，咱就来讲你技术西装啦。你技术西装哦，卡输我若无讲唔对，至少三年吼。这是旧的款式。领带边歪三十度，皮鞋边啊无切进去，啊，佫有上重要的一点，你的人吼，讲话态度一支嘴好溜溜啦。你确定你有法度甲特助这个工课做好势？这，就是莫讲你的外表，就来讲你的内在好啊。拄只你讲你真好嘛？那呢哦，我就甲你请教一下。你干嘛做一个特助？你平常敢有看一挂时尚流行杂志啊？啊？你敢有法度把即马上穿的三本时尚流行杂志讲互我批判一下？有啦，啊，有当时拢会掀一下啦，
三本哦，三本的。要内在没内在，要外表没有外表。卡苏，你若是想要我帮你拍分数吼，不及格是我对你上大的注意啦。你吼，零分。我看，我也是叫人事处长，另外帮我搁找一个特助好啊。哎，李总，你谅解啦，拍死啦，是我唔对啦，我会改啦。啊，你讲的遐服装整理造型哦，我会改变啦。啊，而且遐什么时尚杂志哦，我拢会去看啦。李总，我甲你拜托啦，我真正就需要这份工课啦。拜托啦。虽然讲哦，你这人爱啥无啥啦，啊，不过讲话阁有淡薄仔诚意啊，好啊。我都勉强给你一次机会，多谢李总。只有两份资料，这份哦是马上要处理的公事啦。这是你的前任，还有前前任留下来烂摊子，嘛是你会当证明你比因更有能力的机会。啊，这无问题啦，这真少啦，我给你保证，这吼。我一定表现到比你前任、甲前前任实力更加坚强啦！这是拄只迄个人事处长开三暝三日才整理好势目录，真正的资料吼，伫遐。啊，阁有这份，内底有真侪项目哦，是我伫咧工作上的美感。麻烦你也甲记一条，假使你若是犯内底任何一条，你的工课随时都会讲无得无。所以哦，为着咱以后会当合作了久久长长，我希望你的记忆有法度跟上我的速度。以上。哦，好，无问题，我拼性命哦，拢会甲这记起来啦，而且我会背甲顺顺顺。啊，搁有上重要的一点，以后我若是讲到以上。就代表我的话已经讲完，也代表你即马会当出去啊，无用做你吼。以上。好，好，我了解，我了解。以上，以上，哎，以上。哎。你大学生诶，去人遐我无一块好诶，为虾米我穿甲不搭不起，无买虾米时尚？哎，讲我歹听，我以前嘛是徛伫流行诶尖端，晚装自成啦，找拢大家卡这边去。想卖讲穿甲安那，我看到这三箱哦，我头就晕啦，我著冻超过三公，我毋知。敢会未超过三天，都去用石头路啊？袂用啊，袂用诶！我这个工课是阿姐介绍诶，阿爸千叮咛万交代，叫我袂当去写阿姐诶面子啊。加上即摆厝诶状况阁安尼，我会变做一个查甫囝，把所有责任拢甲担起，我会坚持落去，我要改变。群艺，停分嘞！哪会这么紧啊？五秒！来啊！要安怎做，才会当让伊搁较水嘞？啊，是要重新做一领？袂用袂用，我袂当哦，一直浪费时间伫咧同一个所在。我会想讲哦，还佫剩偌济时间通用。时间规划对比赛嘛是足重要的。
唔多，讲到时间，那我寄迄报名表，寄去这么久啊，一点仔消息都无。刚刚我连初三都无过，应该袂这么残忍吧？我视力敢有这么差啊？就算讲无过，嘛应该通知一声啊。袂个，李美金。你袂当想遐真侪，你吼，你爱正面思考。一定是因为报名人伤侪啊，啊因处理袂赴，所以到今麦还袂通知。底下呢，我正面思考。阿妈，怎么还会？我拄好退了，我都袂看咧，唔知。林丽芬，阿母拢已经搬厝啊，寄来要创啥？而且阁是广告。张金发，这是像啊！竟然要跟到要创啥啦？你咪个就是这张吗？干袂丢！就花花呢哈，敢那是有过哦。什么合作敢那是有过？啊，到底是有过还无过？啊，你家己看啊。有过啊无，你着先做这衫起来干哦。嘿，啊是讲万一若无过是安尼，毋着白做个啊。哎呦，啊我当初着想讲哦，干那是一个初赛，寄一个书面资料，啊，搁有设计稿尔，应该袂有问题。所以吼，我着提早开始做我的复赛衫，安尼我着有比别人搁较侪时间来修改我的衫，安尼着会搁较水啊。嘿，咪咪诶。啊！你对家己都这么有自信着，啊是安怎拄只批唔敢看，啊着叫阿妈看哈？哎呦，阿妈，啊我虽然是足有自信的，啊不过是淡薄紧张嘛。啊，今仔吼已经过关啊，我着爱专心准备我的复赛。这个比赛，敢会当赢，袂当输。对，美金的，哎呦，阿嬷哦，看到你安尼哦，这拍拼吼，哇，阿嬷心肝内哦，足欢喜的啦。啊，虽然讲哦，我无法度甲你斗相共啥，啊，不过阿嬷的心哦，嘿，替你加油。刷落来吼，就是等我这件衫完成，我就要叫美玲倒来试穿。刷落来嘞，搁照伊的身形。修改到上下书，然后就是上战场的时刻。我一定要让那看不起我的人知道我林美金的坚强的实力。丽芬啊，你今日哦，真正足奇怪呢。啊，你到底有什么代志啊？你甲我斗相共哦，就等于你甲阮林家规家伙斗相共，共款意思嘛。啊，美玲的阿嬷啦，啊，佮哦美玲迄个可爱小妹美金啦。啊，你为着要甲我借钱，会当找遮侪理由无？啊，你讲这是甚物意思啊？起来啦！林美玲若敢唔答应吼，我着甲伊拖来法院。你要退休，啊！着阮孙仔吼，才要去家做伙住啦。我想讲我嘛有岁啊，也是应该甲家己亲人生活斗阵的时阵啊。因公，哎呦，啊！就是让迄个变神啊，叫伊男朋友骗走550万的代志，拖遐尼久才要讲，我要烦死啊！有关赡养费的问题吼，都拜
拜托你。我从来无想过什么财产甲赡养费啊。你即马就听我考虑啊。真正拜托你啊。用这个方式哦，根本就是咧恐吓。若是因两个讲的是真的，那安尼我就犯着重婚罪。我甲志成是要安怎？我两个真无简单才做伙呢。烧酒一杯一杯，经无缘的人，我的感情一段一段，死到着相共。啊，人生目一个字，路无缘缘，幸福就是你的手有人来牵，有情就爱送。窗内暗空，有心就勇敢追求你的人。春夏过秋冬，幸福袂等人。有爱的人，你敢是我欲找的人？青春无归档，漂泊过轻松。有爱的人，你真少听我的波声。啊，唔通来暗藏。